卢卢县正庄村的，自从使上这巧克力以后，秧子壮不得病，果子还亮，口感好。这种最马的是不得病，它是最关键的了。少打药，省药，省肥还，我就种这个巧克力了，没种别的。你感觉这果实怎么样？果长得？果子顺溜还亮呢，口感好。比你去年没冲的时候口感怎么样？你就是比去年，我这口感好多了。去年是卖的不好，今年还好销售。好销售。哎，人买一说这个一尝这果子，这个黄瓜真甜的味儿。咱这个现在冲了几次了巧克力啊？冲了今天现在第四次了，第四次。头七了，这样子还这么装哎，还这到现在到还能采几茬果？采两茬。啊，可以啊，你要不你来看看？你感觉比往年这个秧子怎么样？感觉？感觉秧的，它最起码我还这句话，最起码它省药。省药。哎，秧子还不早衰。我听说您今年没起什么病，白粉。什么什么？霜霉病、不起，花粉病今年一配都没方有，面都没有，现在都没有，没打呢是吧？没打。你看这秧子现在有很多，我别的棚也种都是黄瓜，现在别的棚都霜病，我都没冲那个，没我冲没这有，个，其他棚没冲，其他没冲。就出现霜霉病这种情况。生的别的好像都好一咱这个本身就有一定的抗病作用，点，抗它病，是生根膨果的嘛，属于。抗病特别明显的，别的咱不说，这抗病特别明显，尤其抗霜霉病。你头一次到现在，用巧克力多长时间了？试试了，基本7天，一个月来说，7天加工时间，哎，冲了4次，一个月，七八天7、8天一一配，盒。行，感觉达到你当初用这款产品的效果了，效果相当满意，只要满意就行。